房子有临盆在即，把老公想分房，米亚吉当街差点伤了周董儿。对啊，他一直说就是之后就是他跟米亚睡就好了，我自己跟弟弟睡。想说哦，好像也不太需要我。卡卡卡，老公请照顾一下孕妇的玻璃心好吗？方志友挺着8个月孕肚出席活动。应该肚这么大，老公不会觉得你今天鞋子穿太高。我没有告诉他我今天穿高跟鞋，但是我觉得还是要穿高跟鞋才不会显得太胖。哪会太胖？比起上一胎，这会胖超少。我想说你会不会那个下周？下周啊，不要诅咒我。因为你气色看起来很好啊。我觉得我好像怀这胎皮肤变比更好了。不是你脸完全没有变胖，怎么会这样？你这都夹着脸睡觉？没有，这胎好像真的。可能因为也真的体重没有上一次多那么多，现在大概7.多，快8。所以你生完就差不多回来了，这样很开心。上次怀孕前就先胖了快要10公斤，然后怀孕后，对，就是可能幸福回吧，对，然后怀孕后又胖了11，所以等于加起来我觉得算是20，这样21这样。那你上一胎等于要生的时候胖到几？胖到7开头。对啊，我记得都不要再推算我的体重了。准二宝妈看女儿米娅的反应也很有趣，她感觉很有照顾欲，就可能因为现在2岁多的小女生 Hathaway 跟米娅，就因为她们两个很近，然后如果我们一起在家的话，她们两个就会一起说。像米娅有一次就想要拿玩具给 Romeo 玩，然后就不小心就有撞到她的手这样，然后就说快点，那个给他玩，我很怕他弄到他的。